东哥到广州了啊！东哥到广州开见面会了，非常成功啊！然后东哥又提我了，是吧？对我进行了这个赞赏啊，对我进行了点评，也是观众问他的啊。这个我们听听东哥怎么夸我的啊！我谢谢东哥了。啊，东哥说了，北京侃爷，这个受过很多迫害，这个我很同情他。这个，其实我没受过什么迫害吧？我在北京有车有房有公司，是吧？这个家庭幸福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么多客户，我还去大学讲课。这东哥，你这说的这个，是吧？你千万别同情我，是吧？你同情我的话，你赶紧给我这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在西班牙就是吃咖啡？啊，喝咖啡都喝不起了吗？你这赶紧给我打点款呀！你要真同情我，是吧？学雷锋，学雷锋，咱得见行动啊，东哥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都赊咖啡了，你还说认识我常去喝咖啡的大哥大姐，是吧？到现在你也不说出是谁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弄得我这个纳闷儿啊。但是现在老哥呢，他的支持量黔驴技穷，我操，徐爷！你看，一直我捧着你吧，是吧？人抬人，人高，人贬人动刀，是吧？你说我穷，我都认了，我确实是吧，穷逼一个，我确实不富裕，是吧？啊，我几乎都要吃低保了，是吧？这咱都不讨论。你说我这知识黔驴技穷，那你可是门缝里看人了啊，门缝里看人，把我看扁了，是吧？我这个2005年就到大学讲二战。The Second World War 是吧？就到大学里边讲抗日战争，对吧？我还到书店去讲中国的边疆问题、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，是吧？然后我写的论文还发表了，发表在是吧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，这不闹着玩的吗？是吧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啊，学术论文这个专刊呀，有我的文章啊，对吧？外交部的世界知识杂志，我也写两篇吧，虽然是那种豆腐块儿，对吧？还有那个甘肃的祁连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，是吧？文联的刊物叫《牧笛》，还有那个宁夏的《看天下》杂志，我都写东西啊，是吧？你这就过了啊，你是不了解我是吧？你这就说这就有点儿。徐爷说了，徐的拳头是吧？这个，他说我在北京得到的信息还不如他的小拇指头。小拇指头，您说的是哪个？是手是脚啊？是蹄儿啊？是蹄儿啊？还是爪儿啊？是吧？啊，是 我不如您的信息是吧？我在北京南北城，对吧？东西南北城。城里城外，口里口外，刀子板带，是吧？我哪儿不熟，是吧？北京，我闭着眼都走不错。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是吧？北京的党政军、军警、宪特，对吧？风土人情，我1300多个客户，对吧？我这刚做的直播将近4个小时，对吧？你，我操！你这心也太大了吧？你说的这个又跟事实离的。是吧？没有18000里，也有6万多里吧？是吧？六六顺吧？66666吧？是吧？您这都上哪儿溜去了？是吧？您是不是这个吃完饭是吧？没漱口啊？是吧？或者说吃完饭没是吧？没喝点茶，肚子里进风了，肚子里喝风了是吧？说我的知识，我的信息是吧？我的 information。对吧？我这个见多识广啊，对吧？我这个是吧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阅人无数。我的见识，
我的阅历，我的知识面，我的记忆力，我的口才，是吧？我连王志安都不放在眼里，王志安都是我手下败将，是吧？嗯，你真牛逼，你真敢说，好。要不然就是谁给抓了，谁腐败了；要不然就是谁阴谋重建了。哎，我说谁被抓了，这有什么错吗？你像我同学他爸爸张树田，是吧？拍邓小平的闺女马屁，到现在官方媒体不置一词啊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被抓了，对吧？张树田和他儿子，我们同学，对吧？我们同学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呀，对不对？这我北京关系多了，是吧？嗯，王中军、王中磊的华谊兄弟，我们同学在那儿啊，创始人呀。对吧？还说是您小拇指头，我操，您那小拇指头得有多粗啊，是吧？你这就有点儿，是吧？人一多啊，你也是个人来疯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还得看来徐爷，我还得接着给你做硬广，看来之前做的硬广不够硬，是吧？给徐爷打个硬广，朝阳门悠唐广场，是吧？买点茶叶。买点大闸蟹。他都是硬闯失落的候选人，都是那么硬闯的。所以老百姓看见他现在拿这个节目当他的维持生计的工具。维持生计，这话说的，是吧？我跟很多人，我在节目上说了好几百遍了，是吧？大爷不差钱，大爷不缺钱，是吧？我是。阔小姐开窑子不为挣钱，为了过瘾，是吧？我也没有拿着什么二维码跟那晃来晃去的让人给打赏吧，我也没有在网络上开个什么网店卖货吧，是吧？我连这个叫什么这个会员我也不开吧，是吧？然后很多的各种的广告商啊发到我电子邮箱里，这都有记录啊，这都是真实的东西，有真凭实据啊，是吧？你各种的广告人家找我呀，是吧？包括那个 VPN 的，包括那个加密货币的，包括那个跨境的那个外汇的那个汇款的平台，包括房地产中介，包括移民中介，是吧？这个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广告，经常我连理都不理啊，是吧？您说这个有点和事实差得太远了，是吧？你要老这样，我怎么尊敬你啊，徐爷？本来咱应该互相捧着。不是，徐爷，我说你跟高官有联系，那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我给你杜撰的呀，不是我给你编出来的呀，是吧？你自己发的朋友圈啊，全世界都能看见呀，是吧？而且我不是特意的去找你的朋友圈啊，是吧？是别人发给我的呀，对吧？然后你说你要什么坚持走红色道路，是吧？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四项基本原则啊，当然这个后边是我编的。是吧？我这嘴一出溜，是吧？然后你自己的，你发的呀，啊，你说了这个什么，弘扬中华文化，武林打假，啊，说这是范叔，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，啊，那个是谢叔，开国将军贺秉彦的女婿，啊，那个是，万阿姨，万书鹏，万里的唯一的女儿，这都是你自己发的呀。我不能点评吗？我点评的时候也没说您一个不字儿，我都是捧着您啊，是吧？让大家快乐呀，对吧？您自己不高兴吗？是吧？您这么牛的人，对吧？我这都捧您呢。对呀，你都是你发的，也没涉及到你的隐私，你都公开的呀，是吧？你既然是公开的。是吧？你又这么大咖，这么大腕儿，你又公众人物，我当然可以点评了，对不对啊？天下事，任由天下人评说呀，对吧？也有很多人不认同我，对我破口大骂的，是吧？我都包容啊，我很少跟人对骂，是吧？极个别的可能有那么三五个人，剩下的我都给点赞呀，对吧？很多人都纳闷啊，说你怎么侃爷骂你，你还给点赞呀，是吧？难道我不应该接受批评吗？是吧？或者被侮辱两句，怕什么的呀？我也是公众人物啊。是吧？只不过我这个咖位，我这个段位，我这个腕儿比你小，对吧？但是好歹我也是公众人物啊，我也代表老北京人，代表中国人，代表某一种声音，对吧？代表某一种思想，
代表某一种价值取向，对不对啊，徐爷啊？是啊，都明白了。您看您那评论圈80%都是骂您的，是不是啊？您还说啥呀？哎呦，行吧，是吧？这是吧？这个徐爷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在国内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是吧？忍气吞声啊，对不对啊？苟且偷安，苟且偷生啊！真的，我是同情徐爷的呀，是吧？这个恨不得3年前、4年前，我那会儿刚做油管，我就公开啊，我做油管节目，我说徐爷应该离开啊。因为你打击这个传统的这个传统武术，虽然你跟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行业，你这个叫自由搏击，是不是叫 MMA 呀？我也不太懂，但你这个跟武术不是一码事儿，武术它相当于健身操，对吧？你打的那些什么田野呀、雷雷呀、什么马保国呀、什么陈小旺，那些人的身体没有你好，对吧？你相当于是美军特种部队，他们呢是小脚侦缉队，哎，合辙押韵吧，你是美军特种部队啊，他们几个是小脚侦缉队，陈小旺、雷雷是吧，马保国、田野，他们是小脚侦缉队，你膀大腰圆，你年轻力壮，他们都已经风烛残年，对吧？你膀大腰圆，他们风烛残年，对吧？合辙押韵吧，哎，徐爷是吧，人家是强身健体，你这个是吧？这个街面上你是横行啊，横行霸道啊，你是吧？一跺脚乱颤呀、啊，对吧？你跟他们的训练强度能一样吗？你看那太极拳什么的，什么八卦形意，是吧？人他们是在公园里啊，对吧？你这个你看得在拳馆里，得戴上拳击手套，戴上什么护腕护膝，还得戴上头盔。你这个激烈程度，你这个打击的强度烈度，你跟他们当然不是一码事儿啊，你跟他们完完全全不是一码事儿啊，对吧？你现在的武术中国老百姓都知道，那是吧，在公园里穿上那个白绸的衣服，跟那儿慢慢悠悠的放着音乐，那跟你那是一码事儿吗？是吧？你打的都是老弱病残，老弱病残孕都是这种人，是吧？老少边穷，对吧？你是跟那个，你这不是武术啊，你这武林打假，这稍微有点牵强，有点勉强，是吧？有人说你打的都是经过包装的几个小丑，或者是几个业余的，对吧？二把刀，对吧？拿他的以前过时的知识点来挣点钱，完了来骂一骂这边的环境，来挣点钱，够他的。知识点还分以前和现在吗？对吧？那当然不分了，对吧？知识点，对吧？又没有什么与时俱进吧，什么三个代表吧，对吧？那过去的经历也是经历啊。再说我也聊现在的事儿啊，是吧？中国发生的大事小情我都聊啊，房价、房地产、实体经济、出口、汇率，是吧？官场的秘闻、贪污腐败，我逮谁聊什么呀？对吧？所以你说这个，我知道徐爷现在心里边已经有点这个哈，像这个小鹿撞着，咚咚的，有点小慌张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对他们有什么说？就大家喜欢听生活费，生活费，我的生活一点都不费，是吧？我对物质的需求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也没有什么名表。什么百达翡丽，什么西铁城，啊，什么大金链的小烧烤，是吧？大金链的100多斤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对吧？我是个文化人啊，闹着玩呢，我是学者呀，是吧？我就爱看书啊，大家都了解我呀。我烟不抽，酒不喝，烟酒不沾，我多干净啊，是吧？麻将牌不打，歌舞厅不去，卡西诺赌场，是吧？巴塞罗那就有赌场，我连去都不去，对吧？我有我的追求，我的追求是在精神层面的啊！你说我穷，是吧？我缺钱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缺钱我能天天遛狗，在海滩上牵着狗，喝着咖啡，吃着小海鲜，对吧？你这睁眼说瞎话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五大三粗的，看着啊，多耐人啊，徐爷，是吧？哎，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，你这本来是好人呀。你怎么不小好啊，
是吧？你这个不小好可不好啊！你这个跟王菊花学的吧，颠倒黑白，是吧？混淆概念，狸猫换太子，是吧？完了之后，挂羊头卖狗肉，是吧？避重就轻，模糊焦点，是吧？哎呀，不好啊，不好！徐爷啊，比我年轻一点啊，年轻一点，是吧？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你的道德有点退步，本来我以为你是圣人，是吧？以为你是文圣公，是吧？文圣公，至圣先师孔子，加亚圣孟子，加武圣啊关羽啊。当然有人说武圣有俩，除了关羽还有岳飞，是吧？可以听，但是说实话，报名还没成功。如果真想听一些故事的，说我挺 low 的，我操！行了，是吧？你是一个耍拳头的，耍胳膊根的，是吧 ？low 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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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w， 到底谁 low？ 带新的电话。徐爷啊，原来我对你的尊敬是吧？这是跨越喜马拉雅山、昆仑山、兴都库什山、扎格罗斯山脉、迪纳里克、阿尔卑斯山、亚平宁山脉，是吧？比利牛斯山，是吧？斯堪的纳维亚山，是吧？啊，洛基山、阿巴拉契亚山，是吧？安第斯山，是吧？这个秦岭、伏牛山、太行山、阴山、大青山、大兴安岭、外兴安岭、小兴安岭、西霍特山脉、张广才岭，是吧？现在有点后退了啊，现在有点后退了。